你看到什么那马龙啊这些许昕呢、啊、所有的人打到最后那都是在相识当中往后去救球，然后还要争取什么主动积极主动，那最重要什么呢？把台这几下，如果没有前三板后边全都没有，我要发上旋，我要发下旋的话他就不能调我，调我的话他就下网，那怎么办？又得精确，这就是前三板。那你们要干嘛？把这转练好，对吧？是吧？如果我发的转你不能允许对方一板就使，你要练好什么？他摆我短和劈我长，又是前三板。那么如果我就是不想让他戳我那个短球，这样调我，我做好准备，我就开始进行下一板，那我就试他，是吧？就完全都在你的脑子里边，包括你侧旋，对吧？他必须调我，我只要发侧旋不出台，第一他不拉我，第二他调我呗。你看，我就等着，我都不用，因为什么？他只要一戳就是高的。